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大师之前有跟观众有说到，就是要一起玩《天剑劫》手游这件事情嘛。那之前观众有一位观众跟我说，要不要加，就是用 LINE 的方式。那当时我还不知道 LINE 有社群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又没有考量到隐私的问题，所以那时候不考虑用 LINE。然后有。考虑说用 Discord 的方式，那 Discord 又发现好像不是很方便，不是很及时。今天我才去 LINE 有找到这个社群的功能。那这个社群的功能就是说，不是用上面的显示聊天的显示不会出现你本来的名字跟照片，跟你原本 LINE 上面的大头贴。那就是你只要去扫我左边的这个 QR code， 然后扫好 QR code 之后呢，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东西，输入参加密码。或是回答问题，那我是用那个密码，好，密码打33456783345678，我再重复一次，是334567 8，这样大家知道了吗？输入完之后，按下确定，下一步之后，他们就叫你输入你的名字跟预设大头贴，看你随便一个图案都可以，那上面就不会有任何你本来的名字跟你的大头照 ，OK？ 所以在群组里面千万不要。泄露你任何人的隐私啊 ，OK， 然后再来就是，我会把这个连结贴到影片的资讯栏下方，然后你也可以用连结的方式去找到这个社群，好不好？那我会设密码的用意是说呢，希望是看我影片的观众朋友知道这件事来加的，不要就是公开，然后那所有人都可以加入这样子。虽然人数可能不多啦，那再来台湾要上市可能还要一段时间，有可能要明年。那先我觉得是过年前啊，过年前可能会公测。那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开。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粉丝页密我，或是在影片下方就是留言跟我说，我看到都会回。那应该不难啦，这个操作应该不难，好不好 ？OK 吧。然后再来就是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天剑劫官方 FB 啊，昨天看到的时候啊，才不到100个人按赞，现在已经2000多人按赞了。想不到台湾还是有这么多人玩过天剑劫哦，这个赞的数量异常的飙高很多哎。然后目前官方 FB 官方的天剑劫手游官方的网站还是只有两个讯息，没有其他讯息了。好，目前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就是在留言告诉我，那我再想办法帮你解决，是不会操作呢，还是怎么样？然后我的名字是，我想一下，我的名字是写什么？我的名字好像写我是大师啊，对，我是大师，那个就是我。然后我是建议你们，就是对了，忘记讲最重要的事情，你们一定要在 YouTube 在 LINE 的群组上面打上你们 YouTube 本来的名字，这样我才知道你们是谁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改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，我又不知道是谁了，好吗？像是那个 AJ 后面是 A 是什么的，然后还有罗任佑、David 的这些人常出现的这些人，然后你们一定要打上你们 YouTube 原本的名字，我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谁，好不好？你们名字不要乱改，要不然我会忘记。我又不知道你们是谁，我又要重新认识，好不好？那这集影片就这样子了。好，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